啊，选的这柬埔寨，到柬埔寨挺好，其实咱们挺好，他们懒。哇，真的好像哇，说的好像真的在柬埔寨，还在老挝。哎呀，选的这柬埔寨，哇哇哇哇哇哇！这成，真是难为你们了，没有音乐就这么干跳。把我的卡了都一下，这么好看啊！这是怎么说？你好，苏斯丹，苏斯丹，欢迎来到柬埔寨。我是来自柬埔寨的宋梦英。哦，你姓宋？是的。啊，宋，我也是宋。苏斯丹，800欧元，苏斯丹，苏斯丹。古话的和话人，请跟我来。苏斯丹，苏斯丹。柬埔寨有四件货品，所以你们每组就可以获得两件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在这个任务对决中胜出的队伍可以再额外获得一件。明白了啊！我去，七没开呀、啊，开没开呀、啊、这？啊！做了个根本就做不了啊！啊！这是沙哥有优势哎。哎，小心！不行，减肥了现在，优势也不是那么大了。沙哥唯一放弃了自己最有优势的一次。哎呦我，咋了？那你请。OK。哎，等等啊，等会儿我给你赶一赶。你快点啊！不着急。再往里来，你就把那背包拿。快点！妈呀，他俩那么快！快点，把背包拿来！快背包！不行，还没放。没事的，来，没事，过去啊！拉开！我去！这么小个包子，我去！这怎么拉不上？还没放干呢。来，我就可以。可以，我们可以慢慢拉，慢点拉，我们要优雅，要漂亮，要给他一点，要给人家一点机会，我们还没有拉好，没有拉好，还等你们呢，慢慢拉，好，没事，游戏还没有结束呢。输了，快点！不是，这拉锁坏了。就是坏了，没事，那也他们快。咱俩咋干啥不行呢？恭喜雨琦和周深。大哥没想到吧，把自己的优势给捡没了。差哪儿呢？选座，我要选座。又坐这边了啊？那行，那咱这边。来，我们坐这。哇哦！我们这一份订单的必需品是山竹和芒果，两个必需品，你们有吗？芒果、山竹，哎呦，我们家就是卖山竹的。对，我们四选三的货品是沙田柚、莲雾、砂糖橘和百香果，只要有三样，那么这个订单就可以成交。哎，那这样，这一万沙田柚便宜，一万五千，饥不择食了，老李。五千，我们有百香果，收购我们点好不好？这样，百香果也行。哎，我们是卖莲雾的。莲雾没有，然后我们自己有莲雾。他还真有莲雾，他真的有莲雾，还真有莲雾。刚才涛姐说这些水果我们家都没见过，我说吃过吗？比如说我要是送给你，然后你赚的所有的钱能分我一半吗？
有这么因为不是因为我没有筹码，算是投资我们了吧？没人还跟咱俩合作哈、啊，没钱，没有资本。他们有两样，他需要的咱就有一样。我觉得天真老师，我们可以一起就把这单拿下了。我觉得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不用浪费时间，6万直接搞定。程程，你们想没有兴趣入局吗？他们没有资格。我们有。有什么？那你拿出来呀！你拿出来呀！我去了。去吧 ，Go Go。好样的！哎，他们有禁止交易。拜你的芒果！那是芒果。拜你的芒果！芒果。禁止芒果交易。让你必须跟他们交易芒果，所以他们得入局。他们得入局。我们得入局，这个单我们得要。可以可以。我们得要。别人还有芒果吗？没有。哇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要是我要把你们山竹也禁止了，是不是大家谈的就更仔细了一点？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家是干嘛的了？我们家是卖山竹的，你进不了，还好多山竹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我们也有山竹，先给你们出，我们其实就要一单就好。依旧打包价。对，但是我们就是稍微再高一点的价格。我觉得你们少要一点，因为你们下一轮就轮到你们了，你们还有机会再拿，你们也不要搞垄断。你们要多少？我们要6嘛。什么？我们要6万？你凭什么又要6啊？你看我们真诚相待，我们卖的不是货品，你也不是必需品啊，你也不是必，他们肯定有啊。哎，我们也有啊，我们还能再配一个呀。你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什么？砂糖橘。你们俩要多少？对吧？我给你配3样，12万。太多了，3样有点太多了。10万，你们就便宜点，太贵了，10万还贵啊？10万还贵，大哥你们24万，行，可以。哎，他10万是吧？9万，9万。谁还没个芒果？我们三个打包芒果，芒果今天这么抢手吗？那你就买9万的呗。对，我肯定买9万的。大哥就比他们贵1万。不是，我们三样就比他们贵1万。我们先两家共同拉。然后你们拿14万，好吗？你给我几个？3个是吧？3个，然后你们一个东西都不用费。这样吧，就9万3要没有，我们刚好这边也1万，干不了，都别干了，都别干了，来收吧，收吧，咱们收吧。8万吧，八万，5万，没卖不卖没关系。7万行不？凯哥6万，行。凯哥6万的芒果，涛姐这个你要多少？你看着给。那我们给涛姐1万吧，1万，涛姐1万的百香果，秋儿哥看着给，我们2万吧，好不好？看着给，2万，随便。然后陈哥2万的沙田柚，刚好够。好，那这样的订单是否可以成交？如果你对这个订单不满意，还可以选择把这个订单抢过来。3、2、1，成交。谢谢这位老板。净赚15万。他这个对他们是最划算的。对啊。涛姐沙哥1万，谢谢你妈1万，我俩就高兴的无可无可。高兴了，老板生意兴隆。谢谢老板生意兴隆，谢谢凯老板。哎呦，谢谢林志远。吃点吧。山竹要1万块钱，山竹1万都行，1万谢谢。周深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扰乱市场？你们这样观众看了都会骂你们的。你们这样观众看了都会骂你们的。注意你的言辞，这也太严重了吧。我只是，我们也只是赚口饭吃啊，我们也是为了自己啊，我们也饿呀，我们家山竹也不能堆在家里坏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你买我跟买他，你都做不成这一局，因为，你买了他，你缺一个山竹，你还得跟我买。这儿还有，我可以进一下。你对我又可以进他们，你就谈不成这一局。
我们还有一个。那我们可是山竹世家，你们想要几吗？我们那我们再少一点，我们可以少一点，给你们让一些。这样吧，我们八，他们五，你们能接受吗？对，你那就是你们选择吧。那我们肯定选他们呀，因为这边分是抄上来了，就对大家都有威胁。那我们可以少一点。天哪，你们，你看你少多少？你给多少？一万行不行？一万可以。一万也行。三万。一万可以。三万不行吗？五万和三万在我们这儿差的不多。差的不多。两万。这样吧，你们分也很高了，意思意思，一万五。一万五，真的。我就三万，我们就三万。这样子啊，我敬他山竹，你们不能给他两个山竹。我不给，你们只能给一个山竹。是，我们得承诺。可以，承诺。还有这种承诺呢？当然可以啊，以后不给你们任何人芒果。我就信任那个周深跟雨琦，敬他们吧。好吧，你敬一个就出结果了。你们的芒果这辈子肯定是吃不上了。好了，敬完了。OK， 你是周深，你不跟范丞丞合作是吗？这话就是这么说。这么会下标题吗？其实是这样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可以雇两个，我跟他们选。但是呢，我们得罪这边，我们下一轮要长期做下去的。但你这样不是得罪了我们吗？他不怕得罪我。你是怕得罪一心娱乐吧？我现在感觉到当一个经纪人或者是去谈判合同的人脑子得多快。必须的，是敬所有老板们亲戚，谢谢所有老师和帮我们谈成功的，真的真的不容易，感谢感恩。嗨，什么？是帅气，是英兵。长廊在哪？你好 ，Hello。这什么游戏啊？不懂啊。寻宝吗？广西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，而在青秀山里最常见的就是唱着歌的游客，因此你们在这里的捕获任务是民歌接唱。请来领取民歌接唱。我们会唱的也不多呀，唱出民歌的上半句，让市民接唱下半句，接唱成功的市民越多，获得的货物越多。啊，这个会。山歌好比春江水，谢谢你的带来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飘的马儿跑。特别好，哇，我好厉害。任务限时3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有没有会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？唱山歌嘞。好冷漠的人啊。没有人会唱吗？有没有会唱这首歌？山歌好比春江水嘞，这边灿烂那边红。回答错误啊！歌词里面不是那一句。山歌好比春江水耶，不怕海鲜万有多浪漫哟。哦，是那个啊！好，我们再来一下。山歌好比春江水。接唱成功，太厉害了！天哪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下个找你，先这个简单吧。好，就他了。我们抓一个年轻的吧，抓个年轻的，让他唱山歌。不要跑，不跑了，谁跑得最快找谁，就他了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。
下面慢跑，就他了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。挥动鞭儿向四方，百鸟齐飞翔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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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变个花篮上南山，谢谢您，找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会唱山歌吗？我不会唱。你不会唱啊？你有没有会的歌？你展示一下吗？爱你孤身走暗巷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也不会怎么样，最不要我跟吴亦凡也不会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边也好。阿姨你好，我们想跟您一起唱首歌。唱首歌吗？可以，我试试吗？哦，好，试试试试。变花篮，变个花篮上南山。南山开满了红牡丹，牡丹花儿开得艳。唱得很好，但是不了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是那个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下。修正一下，我们怎么去数那个花？阿姨，没事，就是哎，这两，我们是什么两什么花？两，用那个字，那个字，那个字。南山开满红牡丹，朵朵花儿开得艳。好，恭喜接唱成功。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好厉害，他们怎么记歌词这么厉害？还有什么呢？山歌好比春江水，唱了。先这个简单吧，先好。好，好，就他了。真的，往那爬。咱们牵起了你的改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眉毛。牵起了你的改头来，让我来看你的眉毛。你的脸呐，有真漂亮啊，好像那月亮下山呀。回答错误。太棒，谢谢您。那我们可以找下一个，这有点难，有点难，试试啊，挑战一下。好，试试，试试。月亮出来亮汪汪，亮汪汪，想起我的阿哥在身上。天哪，我们找到了民歌团。恭喜深深和雨琦，你们一共接唱成功了四首歌曲，可以补充八件货品，请随机抽取。哇，好难选啊！过年了，进超市的感觉。芋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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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芋头。老友粉，好多好多特产，都是特产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酸笋。就是我是不是火腿肠都没觉得太味道的？进去吧你。安慕希小金罐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，减蔗糖更轻盈，大家可以享用。拜拜拜拜。哎，你看这春暖花开，一就是一个吉利。说说吧，我们报的是两个六宝茶。看天看海的这俩，你瞧瞧，看见海鸥没？没有，哎，再说说呗。你们店里面有老友粉吗？你们可以说实话，你可以说什么？可以分吗？三万。路数一样，一样的路数，一样路数，一样的套路，可能还真有老友粉。要么当最后，要么当第一。感觉如他们心愿了。哎，可以。感觉他们好高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情很好呀，感觉。是真的，肯定真的。你看，如他们的愿了，俩茶。好的，所以蓝队可以获得16万。
啥呀？这么不一样？哎，这是个啥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？你们这个不会玩到明天早上吧？哎，有一个一样的，哎，有一个一样的，有一个一样的。哎，这是个啥？有一个一样的。放回去，放回去。不敢当。您拿走，哎，您拿。是个这个玩意儿，那个对对，哎呦厉害，可以呀、啊。你们是不是让的有点太过了？你居然以为我们在让？至少咱有两分吧。我是不开过这个玉米，玉米，哦吼。刚才其实周深拿了，有一个两个安慕希。对，这是个啥？帽子。那应该在这，哎，不是啊。太坏了，捡漏。可以呀、啊，哟，涛姐挺厉害啊！对，没了，最后一个了就。哎呀，我们输得这还行，四个了。六八十十二十四个，恭喜两队，请入座。第一组是雨琦和周深。好，那就按照我们那个来。我们偷偷来。确定吗？不是，假设真的给我有点离谱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我们就傻了，我们就认了，我们完全相信陶姐，好吗？那如果我完全相信他们，我们就放五。对，如果我们完全相信，我们就放五个。好，我们好了。哇哦，这么红！我好像看见有一个老了啦啦啦啦！你把雨琦装进去得了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不能再暴露了。走吧。放老友粉了。他要搏。就相信涛姐了。我们选择完全信任。我跟你讲，涛姐没必要让我们输。看看我们从三楼到八十楼这个区间，我们的心情会不会从八十楼掉到三楼？哇，好浮夸的电梯啊！小姐好，哎，有没有把所有的东西放进来？欢迎大家的到来。里头夹带了什么呀？说实话，我们说出来。有点震惊，我们自己都震惊，所以我们就赌的是姐跟哥的信任，赌的就是一份爱。快，你说多少吧，你先对，有啥快说。咱们就说夹带多少，马上到八十了。我们是拿的五个螺蛳粉啊？没有，五个粉儿。我们只能报一个，报，只能报五个安慕希，只能报。有没有四个粉？没有。怎么呢？有多少个粉？电梯到达四十楼。天哪，我现在心跳的加速在报四十楼层了。有多少个粉？我们没那么多粉，没。你涛姐和我呢，是想保你们第一的啊。你们现在差多少分？但是你们还，我想问，涛姐跟哥还想不想博那个倒数第二？你别管我俩了。我们要博就只能博别人了。你看我们对你们俩。那你把我们这送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能第一，能第一啊，差不多。那你们不给我们俩进点笑啊？进三万五万呢？进，绝对。三万五万不嫌少。那必须的。可是你三万五万进完了，你还能得第一啊？得看凯哥。看你们怎么跟凯哥。看凯哥那边。要不要他了？要不要他了？不要了。不要了，保他俩。不要了，保他俩。天哪！啊，不是吧？相信人，我跟你说，涛姐一定会这样。
笑了是吗？自己笑了是吗？成爹了。我杀爹，我杀爹。本来你杀爹说35000的象征一下，我说35000对咱没用，但对他俩说3000都得有用。啊天哪！到了到了。电梯到达80楼。行了，你俩走了。谢谢。我一定拿第一，不拿第一我真的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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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也看咱俩，谢谢谢谢，没上去吧？咱俩能不能把那个凯凯拿下呀？天哪，我真的太感人了！我说感呀，真的要相信人，人与人之间感情，人的真善美。等一下，我们俩同时，真的太高了。哎呦我！最后，周深和雨琦申报的是5件安慕希，你有5个安慕希，人家报的是5个，报的5个没开，有粉，不一定是真的安慕希嘛，可能是5个老友粉呢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气死了！你真敢报啊？5个老友粉呢，也许是，你是真敢报，不是他敢报，这边还真敢不开啊，这真敢报，这真敢放啊，这就是。我都不好意思，我你知道你开这个箱，你这都惊呆了，你得，他把能拿的全带来了，基本上是搬家公司啊，他们是，真的，你看看搬家公司，两个奶，安慕希，你是你们是只有2个老友粉吧？啊，32万，5个安慕希，你们为什么要放走啊？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这就是爱，糊里又糊涂，说也说不清楚。我告诉你，就因为从头到尾人家对我们好，给了我们10000块钱，所以这一集教大家做人要是爱。对呀、啊，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人家给了我10000块钱。恭喜经理人，第一笔订单成交。这是白鹿和范丞丞的10000块钱订单，这个是李晨和杨天真的40000块钱订单。合作愉快。经理人，第一笔订单有赚钱了，赚钱了，赚钱了。所以第一笔订单，另外2对零进账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下一轮下一轮下一轮，合作合作愉快。订单成交，真好。但现在4家都有钱，咱家是一分都没有。那他们比我们多1件，多一点。3组分10个。哦，3组分10个。我们这边是只4个是吧？咱俩要好好合作了，就合作了。是。可是雨琦，我们在跟唯一1组0块钱的组在商量这个事。我们可以合伙翻身啊！能、加油！可是雨琦，我们属于2、3、4位，他们2、你们3，我们4，对吧？对。我们现在他们是1位，我们就不用管他们了，对吧？涛姐，这个你要多少？你看着给。涛姐，沙哥1万。谢谢。哎妈，1万我俩就高兴的，无可高兴了。有钱了，我们一定要记着这个恩情，到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一定要回馈给人家。我的妈！学到了，学到了。一群人，我跟你说，算来算去，算了一天，精打细算，最后输给了爱。输给了善良和慷慨，没毛病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感觉被涛姐上了一课。嗯，好开节目。对，你懂我那个感觉。心很暖。是，我们要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对，觉得这还是有爱的。从来没有过的体验。我看到涛姐，我就莫名其妙一种，我也是莫名其妙就相信她，就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涛姐说，当我们说我们拿了5个东西的时候，她就知道
我们是全部相信对，所以他就全部相信我，就这种有一种你单向奔赴的感觉。但凡咱俩比如说拿了俩 MC 放三个什么之类的，他就知道了，我们就是不信他、嗯、真的是感受到了真善美。谢谢陶姐，我们爱你比心。沙哥也谢谢沙哥，其实沙哥一直都很善良啊。我沙哥从什么时候为什么就是什么都没做，然后大家就觉得沙哥是卧底。各组可以从评分还是独享两个选择中任意选择一个，如果你们三组的选择都是评分，那么大家就是要平分这60万的奖金。如果你们三组的选择都是独享，那么每一组都无法得到这笔奖金。如果一个独享两个评分，那么选择独享的队伍就可以单独获取全部的奖金。如果是一个评分两个独享，那么选择评分的这个队伍就可以自由的来分配这笔奖金，就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，全分到我这也行吗？就是听那个少数，少数派。而这笔奖金的收入也会进入到你们最终的营收排行榜中。啊，那分还作用是吧？前面那个还是有用的，跟你们前面的成绩累计，我们突然一下就感觉来劲儿了。你们如果独吞60万，那你们就反超。独吞60万肯定反超，那你们就赢了一把吗？对，就一次。我相信你们会逆袭的，但是在接下来的整个选择过程中，你们三组彼此无法沟通。天啊，兄弟们，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，还要测验一下这个。他们俩一定都是自己想的，他想拿走，他必须独吞吗？那他想独吞，那他没想去独吞，那我们就是平分，就是这是少数派，对，谁的分数少，对，他们俩如果都想，他们俩都会选独吞。大家都看到你们门前有两盏灯，如果选择的是独享，会亮红灯；如果选择的是平分，会亮蓝灯。究竟在最终的三角困境谈判当中，你们各位的选择是？哦，好，还是有信任的哈。因为我们设想的是，我们选独享，他们选独享，然后让分。让小白兔们选评分，对吧？最后相信两只小白兔，他们可以善良地对待我们。虽然我们不想独吞对这笔奖金，但是这是最好的结果。对，因为我们选独吞，然后凯哥选独吞，周深拿评分。我们这把完全是要相信别人的荣誉。对，我们怎么样都是选这个。就算我们真的输了，我也输给谁没同意，而且就是我们自己在车上也说了，我们自己很受震撼。对，我们是平分，我们平分嘛。好了。耶！凯哥开心。所以接下来就请雨琦和周深分一下，选择平分的你们两位来决定如何分配这笔钱。拿多少？拿多少？对，商量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商量一下就好了嘛。我觉得三组都赢是最好的结果。什么叫三组都赢？就三组都可以拿到小黄金。什么意思啊？但是我们得同分。对，你要分配的很均匀。分得了这么均匀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能分。他们多，他们就可以多分给你们点；我们少，他们就可以多分给我们一点。然后你们少拿一点，对吧？三个人平衡了，那肯定就是这个结果了。大家一起赢嘛，咱们一起赢嘛。其实，不会在这儿框了我们俩，你不会在这儿来个反转吧？这来个反转也行，不见得哟。毕竟我们要就是要，你就算总分加个60，然后帮我们除以3嘛。三队的分一样，那么就是我们要到78万的话。我们现在决定把我们手上的60万拿出45001留给我们自己，哇，给19999999给凯哥和真源，哇，
以及三十五万五千，吓我一跳，这也太大了，再念一遍来，35万5千，哇，给露露和先生，我别哭别哭，这眼儿，哎呀妈呀，不愧是票房超50亿的男演员。好笑啊！恭喜三组都获得了78万的收益，恭喜三位！耶！现在我们有请裁判为你们三位送上由 MC 提供的黄金奖品。哇！谢谢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要教大家一个感恩的心。把小算盘。哦，精打细算。可爱的。我觉得我跟雨琦其实今天感触特别的深，对，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在说，真的是有。被震撼一下，就当时那一下就会发现世界它其实就可以这么简单，然后又美好，然后所有人的感受都很好。就当人全副身心的交给你信任的时候，你肯定也会全副身心的来收。得到这样照顾，我们就要学会去报恩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特别好的良性的选择。世界很美好，世界越来越美好，真的是这样。